八仙城爆事件后，台东县政府、台东市公所号召各界伸出援手，发挥爱心，踊跃捐款。台东天后宫为响应八仙城爆捐款善行，特别开会决定捐出善款500万给新北市社会救济汇报专户。由台东县副县长陈金虎代表县府团队呈感谢状给台东天后宫主委林友德，是特地透过县政府捐赠500万给这个新北市粉尘暴受伤的民众，希望多少都能够协助他们做一些复健，并且也祝福他们赶快康复，早日解除这个病痛。我们希望大家一起来。决定捐款50万块钱给新北市社会局，来帮助受难的那患者这样，来帮忙他们的小小的意思这样。台东天后宫对台东的弱势族群一直都很照顾，相信透过这次的善行，八仙城爆的伤者们可以感受到妈祖的保佑，得以早日出院。东台新闻刘大猷台东市采访报道。